快走吧，涛林他们等我吃饭呢。等你吃饭？对啊，我们每天都会一起约饭的，你们不会吗？不会。嗯，那你们宿舍关系不怎么融洽呀。那我呢？嗯，你怎么了？我能申请和我女朋友单独吃饭吗？那我能试试啊。别动啊，你扣子开了，我帮你系上。好了，走吧。待会儿吃什么？都行，依你。嗯，我想想啊，鱼粉，嗯，麻辣烫，嗯，鱼粉你吃吗？都可以。都可以。火锅，好。先吃火锅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吼！味道刚刚好。你真的不吃吗？超好吃的。嗯。啊，你试试嘛。它虽然看着怪恶心的呢，但是，看起来还是蛮可爱的，跟豆腐一样 Q 弹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肉香味的豆腐。就是切多了有心理阴影，我跟你无法分享我的快乐。你就只吃脑花？你听说过一个理论吗？当一个人特别想吃某一种东西的时候，就说明身体告诉他，哎，你身体缺少某种东西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顺从你的身体。你说，以形补形有没有用啊？我现在特别想吃烤脑花儿，想吃啥吃啥，大吃特吃。这是哪来的理论？我先编的。